皇后娘娘，若要执手，须得两情相悦。太子殿下并无迎娶西瑶之意，还请皇后娘娘。谁说本王没有娶你之意？本王愿明媒正娶西瑶，做太子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国公之女林氏，温婉淑仪，可为佳偶。着有司几日，阴婚敦睦，以慰朕心。钦此。儿臣领旨。只要我用我的花式育儿经，一定可以把南关拿下。你无儿无女，何来的育儿经？莫非是王妃想为殿下生儿育女了？这是属下去鬼市寻得的一好物，这叫送子丸。你怎么了？男人吃了该丸，妻子便能如愿有身孕。你喝酒了？你要干嘛？耍流氓！我没想到送子丸竟是媚药。